實我哋中心成立咗一年半啦，咁我哋都係推動喺浸會大學裏面揾多啲老師去做一個 surface learning 嘅工作嘅。咁我哋希望透過 surface learning 係令到同學有一個同理心啦，係有創意，同埋佢哋都係好 courageous 嘅。在我们四年课程之内都希望离开香港是做一个 internship 或者 exchange 或者 service learning， 那就是在香港去读开书的时候都希望去在香港这个社会做服务，所以希望人际可以帮我们拿多些机会，等我们可以派些学生去帮一下服务学习，这个对我们的教育非常重要的。在香港做服務學習和離開香港做服務學習，他們有四年在大學應該不少時間可以做到這件事，如果人際可以給一些機會我們的同學，我們多多感謝。在辦學方面，浸大和本院我們的教育理念是非常相近，而本院一直都是致力發展優質的教育的服務，貫徹專人制勢的精神，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全人教育，培育學生成為國家的棟樑，